心总要我猜，你的爱不说出来，让我觉得你在等这一个机会逃开，这样怎么去爱，你的心总要我猜，你的话不明不白，如果你不能坦白，我们还有什么未来。连环炮，哎，欢迎收看连环炮。今天必须要有一位来上我们就欢迎他出来吧。来吧，一开始不是要介绍说什么名演员啊，什么知名主持人，很热心的，就讲你喜欢站这边吗？不是，因为我站这边比较有安全感。叫什么名字啊？毕竟董啊，小董，董志成。董志成，是是是。什么？你们两个怎么？干什么？那个冰冰姐，碰哥，你们节目不是感觉上都很活泼？怎么是他跑进来了？你看不是流血了啦，不要这样子的啦，好不容易出个片子了，对啊，你们两个是好朋友嘛，对嘛，原来你们还一起合作节目，对不对？后来他投奔自由了嘛。那你还甘心在那个地方？哦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因为他这个离开之后啊，我才能够说保有我的饭碗。要不然在那边生存哪那么容易啊？两个都扮女人的，把他拱走是吧？其实小董不简单，最近太红，他是很优秀的，真的。站这边呐，站这边呐，站这边，站过去，站过去了。哎，起六力啊，六力，开始，从后面。你要干嘛？麦克，你准备要站？从后面走，你应该从前面走，因为你那么大牌。今天看他这样子打扮，我反而不太认得他，因为一直看到他的都是那个女人的样子，而且是老妈妈的样子。是，不过不管是做任何的打扮啊，我觉得我都是很愉快、很难悲哀的。所以刚刚以上，刚刚我们这个怎么讲，你都是开玩笑。其实小董啊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，那不敢。而且我本来不知道他会唱歌，尤其在某个节目的里面看到他唱的主题曲，而且打名字出来，董志成。哇，他会唱歌，以为是同名同姓的。董志成出唱片只有五个字可以形容，哪五个字？真是笑死的！别笑啦，顾秋皮不会，人家还出得来，那你的唱片呢？我乱弹呐！不是，所以说啊，我们这个出唱片是这样子，我们是希望说提升整个社会啊。哇！卖到了，卖到了！提升了整个社会的大家那个开玩笑的水准。华裔吧。不是给小朋友一个示范，明明是提升音乐水准，他硬要。不过他那个时候那个主题曲不知道录了多久才。我很愉快，我很难悲哀。那所以说，我们现在应该现场来听他的歌。今天既然要唱歌，我们要聊点主题。是是是是，你有没有结婚？我还没有结婚。好，那想到一个笑话。我们这个艺人呢，经常会做公益秀啊，对，做什么人家结婚喜宴啊，这挑歌啊是一项学问。哦，对对对，那如果是喜事，更不能乱唱。哦，结婚我就自己禁忌可多嘞。我碰过一次，上去就讲得很好听。我祝福这百年好合新人啊，这个百年好合，永浴爱河，早生贵子啊，唱首歌给你们庆祝一下。好，歌名叫做《不如慢些塞》。要不要讲那么可恶的事？我们今天是挑一些这个给我来观众朋友看，希望演艺的同仁看的你们大家研究一下，什么歌在结婚场不能唱？好，你觉得什么歌不能？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，别说可惜，别说可惜，因为好像娶了这个结婚之后呢，很在那边很大叹无奈。别说可惜，应该也蛮适合的啊，怎么会不适合？你唱给我们听听看。好来。听听看合不合适？对啊，要不然你明显啊。你听听看，大家笑一下。可惜呀，可惜，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？可惜又可惜，纵然心中百般不愿意，只能让你离我而去，就让时间带走所有悲伤记忆，不再有你。不错，这个不愧可以出唱片。要不然以为只能出尿片呢。我唱啦，你要唱啊？你要不要？你要唱啊？我当然是要唱。我到底在讲我都没讲。头壳尾也没唱啊？我是讲呢，小董来，我一定要唱。其实就是我们以前是同事，因为我们真的是很好的，我的好哥哥一样。对对，甚光啊，爱剪个片子，我很不要。哎呦，这个可以不挑了。他不能怪别人。谁会爱唱？谁会爱讲？讲什么？我亲像天顶的仙女。白露，讲什么？我亲像古早的世事。原来你是
看见头意，真心无你偏偏去，原来你是空嘴薄舌，达到目的准离。不能唱，还有很多啦。他不能怪人家，干嘛？因为他的一脸这个呆呆的样子，如果他是女人的话，永远注定要被骗的。结婚什么歌不能唱？还有像什么负心的人呐、啊欸，什么让我忘记你的脸呐、啊？最怕落地难收回啦。让我忘记你的脸，你会唱吗？那、欸、会不会唱？你会不会唱？我问你，那我试试看好了。又会了？没关系，我们这个既然出唱片，就表示说这个要有歌唱才艺嘛。哎、确定？有、而且啊，人家的歌曲管他又不是我的歌唱超差的也就算了。来，让我忘记你的脸。哎、欸，你的心肠还真好。见过最美丽容颜啊，我对我将都不甚愿，让我忘记你的脸，让我忘记你的脸。还有吗？那个我看那个出唱片的决定好外卖字，哎，我真的已经完了。这个出唱片，你看出唱片的实力就是这个样子。我是跟你们有仇是不是、啊？我觉得是乐队的关系，因为我们都是平常啊，乐队也是哎。你今天来没有买香烟啊？没有啊。哦、我们这边的规矩是要先送香烟，再送酒，再上香。那是生日，你是不是拜拜啊？开玩笑，今天很开心，小董跟我们过节目，叫、欸啊、做节目，过节是做节目。刚刚研究很多，就是结婚的场合不能够唱的歌，不能唱的。那么最后这首歌就是代表我们四个人都不可能有结合，来、就结合才走我无缘的结局。来、来，那我们两个女人家。分手时候说分手，请不要说难忘记。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，也许我会忘记，也许会很想你，也许你没有，也许恰恰多了就这样好了、开心开心，那有机会呢，不但是来这里唱歌，来演演戏，好吧？好，一定一定，那边就算了。还在提这个事，有人在监看的，看过我们节目没有？哎、看过。接下来要看什么？接下来要看那个，笑淡龙虎榜，哎、不是，笑淡包青天，哎。我打。等了十年，好不容易才等到这么一个，好吧，摸黑也麻烦。别来了！你看他画像，海龙身上才几岁？你说你看看他二十几年次，那边那号也都比得过。伟大人，我要贞洁牌坊，救命啊！贞洁。老实的商人，一位是贪小便宜的寡妇，凭着一张泛黄的旧画像，就这么阴错阳差地演出了一场皆大欢喜的相亲风波。赶快来，赶快来吧，你看看跳楼大拍卖。哦，擦下去啊，皮肤啊又迷迷紧花花的。哎，你像就笑，哎，像你这种天生丽质一擦下去就像林青霞一样。真的好，我买两个。来来来，等一下小姐，你想长粉刺吗？那么你想中毒吗？好，既然都不想，就千万别买他的化妆品，他这些化妆品都是假货。哎，这位大妈，你讲话客气一点，我在做生意，你不要来这里取闹。呀，老板，你终于讲话了。是啊。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大前天来买你这些化妆品的一位顾客。
结果我买了化妆品之后回去吃了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哎呦，难怪你会中毒，我这化妆品不是用吃的，是用擦的。我就是擦了没有才敢用吃的。你笨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老板，你得理还不饶人啊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赔我的脸了，不要不然我老娘跟你拼了。干什么啊你啊？看我们老太老实好欺负啊，想花那么大个干嘛呀？一个人还不够，还来了两个人来欺负老娘。我老娘今天站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？我去公平交易委员会去告你们。去啊神经病人，真是莫名其妙。蔡思维，好久不见。哎呦你真是邋遢，衣服也不穿好。哎呦林大妈你看好久不见了。最近有什么新货？有啊，你看看都是新货。林大妈，看看我们老蔡都几岁人了，你又是我们村里唯一的媒人，对不对？三十好几了还没有娶亲，丢人啦丢人啦。你说的也是嘛，谁不知道我林大妈是村子里面鼎鼎有名的媒人，就是到适婚年龄呢，哎呀，那未娶未嫁的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可是就是对你，对他怎么样啊？我的功力就不行了。林大妈你讲这么话什么意思？那问你妈呀。那怎样啊？是不要这样子嘛，林大妈。求求你。好吧，看在你苦苦哀求我的份上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好了。真的？那你有什么条件呢？条件当然有啊，我的条件呢？还有条件呢？条件呢？是这样子，只要她是个女人就好。来，你的只要是个女人那就好办。好吧，我现在心里面有个理想的对象，她守寡的，你要不要？守寡？她是不是女的？是个女的。我要。那女儿很大，你要不要？她是不是个女人？是女的。我要。那好，哪天我们安排个时间让你们相亲。相亲是吧？她是不是个女的？是啊。我相亲了，不好意思。你干什么？个性啊，个性啊，害臊，怎么好意思？真是的，长那么大还害臊。好吧。那么我叫他拿个画像给你看，好不好？画像是吧？画像是不是女的？是女的。好，谢谢了。好吧，那我就安排个时间啊，你就等我的告诉你时间，好不好？那么红包要准备哦。红包林大妈，知道你最喜欢用粉来涂装的了，那怎么保持那么年轻？谢谢了。哪里来？啊，对，太恭喜了，太恭喜！我要结婚了。我要结婚，老婆到底是弯还是肚子里？你不要说我嘛！我要结婚的，我要。这个张飞酒也喝完了，我这媒人该做的事情也做完了，接下来就看蔡思文你自己喽。林大妈，你知道我生性啊，人害死到了。哎呦，这种事情还要我教你吗？爹，我娘知道该怎么做，我都这么大了，你放心好了。先你讨论。人家说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寸金难买春光阴，你们就好好把握吧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闲杂人等都可以出去了。哎呦，你娘还真是不害臊。大妈，我们走吧。谢谢林大妈。谢谢啦。我终于结婚了。娘子，我身心还丧。你结婚该怎么样才好？我说相公，你放心好了，今天晚上有我，一切都没问题。是个娘子，那接下来我是不是可以掀起了你的盖头来？哎，那么麻烦，老娘自己掀就不都得。你这个神经病啊！这个卖家的老板，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啊？我还没去公平交易网告你，你竟然自己送上门来，老娘跟你拼了！天哪，骗我！你他妈骗我！等了二十年，好不容易才等到这么一个，好吧，摸黑黑马后。我说相公啊，这样好了，既然木已成舟，那我们你不要来吧，你不要碰我，来吧，你不要碰我，天哪，你不要碰我，哎呦，比我还丑，相公。郭氏美丽，
有何冤屈在本府面前据实以告？是的，启禀大人，民妇已不叫郭氏美丽，自从嫁给蔡姓男子之后，已经改名成为蔡郭美丽。而且不管你是叫蔡郭美丽还是果郭美丽，讲案情。是的，大人，民妇在前两个月的时候适逢蔡姓男子前来提亲，明媒正娶娶了回去之后，蔡姓男子不但不对我履行夫妻间应尽的义务，而且还对民妇不闻不问，形同陌路。你看，你看，就是这种眼神，你看多少岁吧，对民妇不闻不问，所以说民妇要在这边请大人替我做主。蔡思文，你既然娶了郭氏为妻，又为什么对她不理不睬呢？回大人的话，当初您大妈替我做媒的时候，拿了一张画像，你看这画像好年轻，二十几岁，你说你看看她二十几年次，那大伟都比得入。这个林大妈，林父在。你既然是做媒人为业，就应该老老实实的，怎么可以骗婚呢？哎呦，冤枉啊！我没有骗婚呢、啊。说实在的，包大人，这个蔡思文呢，他到三十岁还没有结婚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哎，那时候我跟他说，对方是个寡妇，而且有一个女儿，那我就拿一个画像给他看呢、啊。哎呦，本来画像跟人就会差那么一点点嘛，差一点点，差大点的呢。你看这个一点就差了四十几年呐、啊。哎，启禀大人，这个民妇家贫呢、啊，一生只画过这么一次画像，要你这么嫌东嫌西的，我死去这么多年再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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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竟敢咆哮斗堂！啊，我们这样子，你看。听来听去的，每一个人都没有错，好像本府有错了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怎么办呢？办，我不是很早跟你讲过了？哎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家来家去想好是卖房十九，我要得着，有够衰，那你怎么办呢？而今啊，只有一计可以让他们皆大欢喜。什么计策？你就直接讲了吧。我们就宣判了蔡思文跟郭美丽的婚姻无效，从此之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哎，好，就这么办。太好了，启禀大人。这个民妇啊，被明媒正娶娶了过去，结果嫁了过去，结果又突然被休了。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跟这个蔡姓男子有什么不清不白的关系，这对民妇的名节有损啊！这不管，我要请大人替我做主，我不管，大人你替我做主。这怎么办呢？大人，而今只有一计。你又有什么计？你又直接讲了吧。既然这郭氏美丽要的是名节，哎，我们就颁给她一座贞节牌坊，流芳万里。有道理，就这么办。郭氏，你快乐吗？我好快乐。头啊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要嫁人，我要嫁人。来呀！郭氏请出衙门。我要嫁人了，不管了，我要嫁人。我嫁人了吗？啊，我要嫁人了，我要嫁人了。总算解决了一桩了。是啊，这个蔡思文啊，在、哎、从此你就可以去追求你喜欢的姑娘了、啊。真的吗？谢大人。我帮你再找一个嘛。不用找了，我已经找到了。真的？就是你。我不要！你为什么不要？你当初就是嫁给我做媒人，我就是要你做。我只做媒人，我不推销我自己的。回大人，我要贞节牌坊。贞节牌坊，不要！我要贞节牌坊。是耶，他们两位还真是绝配，我认为挺好的。哎呀，今天公事繁忙，哎呀，我逮不及，差不多这样，下班了，退堂。大人冤枉啊！师爷，你什么时候又跑出一只青蛙来了？我不是青蛙，我是郭美丽的女儿郭仙女。郭仙女，大人不是说要皆大欢喜了吗？叫我不欢喜啊！我也到了四婚年龄，我嫁人，我嫁人，大人做主啊！大人，连这个都要找我们，我们这里好像婚姻介绍所。他要嫁人，那怎么办呢？大人，您是能者多劳吗？是，为民众解决疾苦了。大人，而今只有一计。啊，又有什么计？你就直接讲了吧。既然这郭仙女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，明天来给她嫁个如意郎君。哎，说的是。我看大人就把她收起来当小吧。谢大人啊！胡来！我就知道会有这样子的情势。这个不适合了，哎，这个师爷，
这本府是谁做主的呢？那当然是大人您做主了。好，现在本府里面单身的阿兵哥多的是，而且个个年轻力壮，由本府为你许配给。不是他，本府将郭仙女许配给站在我身旁的师爷。是我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宁愿大人。我们还是休息一下，反正不唱我们这一歌了。讲那个什么话，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想的话，那台湾不是整个都光秃秃了？而且我告诉你啊，能够把树种在李总统所种的树旁边，那是多么光荣的事情。我要来给亲戚五十万，咱厝边隔壁都甲讲，讲咱怎么叫好多是李总统。尹淑妹啦，学妹啦，学妹。看看我们三只乡民跟我一样啊，都是很喜欢目睹总统。等下次选举的时候，请记得要支持小弟我啊！谢谢李总统，我们信任你。